好，各位同仁，我们继续开会啊。那么现在有一个临时提案，请宣读。有鉴于我国与中国仍有两岸司法互助之必要，以及对于国人于境外涉案之前依犯遣返、卷证并送等仍时有争议，原要求法务部于两周内提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下列资料：一。 101至105年，我国国人涉及跨境诈骗案件之专案名称及台嫌人数、侦办移送遣返及受审情形。二、受审地在我国之案件，卷证移交情况。关乎一，卷证是否随同嫌疑犯、被告一同移交我国？关乎二，有无检察官之日该国或该国检察官来我国协同侦办？关乎三。 有无他国证人来我国出庭作证，或我国证人前往他国作证。括弧四，其他文书，如证人证言、警务报告或扣押物移交之情形，是否有请求遭驳回，或我国拒绝他国请求之情形。三，其后系属于法院判决之案号。提案人由美女顾立雄、段宜康宣读完毕。好，请问各位同仁跟法务部有没有什么意见？ 来，请说明。好，因为还要一个是往前面要去刑事警察局那边要资料，往后要向法院那边去哈去追追溯他这个审判的状况，所以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？两周改个月，好好，我们把这个两周内改成一个月内。好，我们就第三行啊。 原要求法务部于两周内改成原要求法务部于一个月内。好，本案修正通过。好，我们现在休息下午2点半啊。5月底呀？我们不是会到5月底？我们会到7月。不是委员会继续开。委员会有继续开。委员会继续开，对。好。 好，我们休息下午2点30分，继续并案审查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草案》，谢谢大家。